而且一星今天穿的算宽松的，胸部真的还是看得出来是照顾的非常好。对，我觉得所有的女生啊，大概十个女生有九个半回家第一件事把内衣脱掉，因为肩带跟这边都会很累。对，然后现在天气又开始慢慢变热，很多女生穿内衣真的很辛苦。对，然后现在市面上有很厉害的这个呢，它叫做美胸衣，它里面完全没有任何的钢圈，就靠它的那个车工还有一体成型的胸垫，一体成型胸垫有点像 new bra， 它等于是用透明的手帮你把旁边的肉包起来，然后脱高。健哥，我觉得你不适合看。应该适合看。健哥皱眉头。现在有很多运动员啊，都用那种运动材质。对。那刚刚你讲到闷啊，像那个应该就不会闷。没错。其实我以前呢，在穿这个之前，我是严重到很担心，我是连睡觉，因为睡觉的时候不穿的时候，你都会想说，完蛋完蛋，胸部要压扁，我就这样子绕一下，然后再睡。然后呢，我很前面哦，因为我会翻来翻去，翻到这样说，完蛋完蛋，要压住。再绕一下，我每天晚上这样做。那是你比较大才有这种困扰吧？对啊，我还可以趴着睡呢。